这是我的脚吗？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我的脚吗？哎，然后我可以往前走，我在疯狂跺脚，那我要怎么往前进呢？哦，然后我就这样就可以往前进，哇、哦，我可以踩远这棵树，哎，完了，只要一个不小心就摔倒就死了吗？哇、哦，哇、哦，这也太震撼了吧！哦，再踩它，再踩一颗，只有一个熊，哎，我把这只熊给踩扁了，哇！好，那这里是花生，今天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啊巨人模拟器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身躯是非常庞大，这，哎，怎么回事？难道说我不能踩他们吗？我慢慢的前进啊，啊，慢一点，我们不要碰这些树木还有小动物，躲开它，我们可以这样就可以再往前多走一些距离。哦，我们到了一个路边了，这有一个厕所。啊，哦，原来我是去上厕所的呀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去上厕所。然后我们现在这里是小房子吗？还有小人？哎，好小啊！看着我一脚可以把他们的房子踩扁。哎呀，这个小人也被我踩扁了，太可怜了。哎，完了，因为我们踩了太多的房子和小人，我们直接啊死掉了。我们不能踩他们，直接要往前走。哎，这个地方有时候不得不碰到呀。只有小车，啊，这个小车直接往我脚上撞的呀，这是碰瓷呀，这不能算是我撞的他吧？走，哎，完了，没时间了。哎呀，在这座城市里，他们的聚集太复杂了呀，我们不能碰到他们。我们要让这个脚的移动快一些，哎，不要让这个小车碰到我们，哎，我们这个样子两腿跨得开一些，对吧？这个样子就不会被小汽车撞到了。完了，要劈叉了，快走，袜子就在这里，我走到了，哎呀，还是失败了呀，看来我们路上碰到的这些，东西还是太多了，不能碰到这些东西。我们可以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啊，往左走，这就像我们真实的走路一样，只是我们现在身躯特别巨大而已。哎，这个小车啊，还好我没有撞到它啊。再往前，啊，我们不要踩到它们。来，我们往左走。哎，我们的袜子就在这里。哦，我们穿上袜子了，哎，好不容易啊。我们现在哎有袜子之后，是不是踩它们会更爽一点？哦。哇，大家看到没有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，虽然嗝屁了啊，我们还是不要踩他们。然后完了，这踩到就没办法了啊。啊，冲，反正已经踩到了，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绕一下呀，要远离他们的小城镇啊。虽然我们穿上袜子，但是我们的这个可以看得出来防御力还是不是很强。我们把两个脚给你挪近一点啊，往右一点。哎呦，这个地方他们建的太密集了呀，这想不踩到都难呀。那我们就当一次城市破坏者吧。我看到前面有高楼，我们去破坏他们的高楼去啊。哎，我们去破坏他们的高楼。哎，看到这高楼了没有？哇，在我的花生臭脚面前，瞬间夷为平地。哇，太强了。好吧，我们从左边走，看看这次我们是要去干什么。啊，我们走这个山上的小隧道总没问题了吧？哇，他们这个城市也太密集了呀！我再走一下。哎，这样。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我们直接避开了这些城市，直接到了一个最左边的距离，然后我们再慢慢的移过去。哎，完了，怎么摔了一跤呀？鞋子就在右边了。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强大技巧啊！啊，来，差一点啊，已经一只脚穿在鞋子上了，看来还是不能太心急啊，我们。来吧。啊，不能踩在鞋子上，踩在鞋子上的话就直接摔倒了，这个巨人是个大笨蛋。我们的目标是穿这个鞋子，结果他居然踩在鞋子上就直接失败了。
你们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大笨蛋？哎，我踩到的障碍有点多，慢一点。啊 ，OK， 完成了，这样我们就穿上了鞋子。那么有了鞋子之后，我们的防御力应该会强很多呀，对吧？我们不会再害怕说踩到这些小车小人了。啊，不痛了，脚底不痛了。哎，你们看这个海面，我也是能踩上去。啊，不能踩在海面上啊，看来。虽然说我不会下沉，但是踩在海面上呢，可能会引发一些海啸什么的，所以就是说，哎，咱们还是不能踩在那上面。这个路有点小艰难呢。哎呦，我们要踩在这个小石头上，快走快走！获得了这个小推车，哎，怎么还有个小孩掉了下来？这是什么？一个小人掉了下来。哦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开始在滑了，哎。大家看到没有，我的脚在打滑，这个地方很滑，因为是下雪了，是冬天。哎，哎呦哎呦，太滑了太滑了，我们要保证自己的脚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。哎呦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里太危险了。我们可以从侧边走吗？从侧边走会好一些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太滑了太滑了，这次我们能不能成功呢？我都不知道我是去拿什么的，哎呀，烦死了！那我就把他们全破坏了吧。啊，全都破坏，全都起内！我就是破坏之巨人，我不再是友善的巨人了。哦，可恶！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期的巨人模拟器，一定要给花生一个长按点赞，就在这里。如果长按点赞破20000的话呢，加更下一期的巨人模拟器，或者其他有好的东西也可以推荐给花生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哎呦，别滑了哥。